我先回去了，拜拜。艾曼，把庙整理一下，早点休息。啊，拜拜。不要闹了，心情不好，爬不起来了。我以前本来很相信法律的，可是我最近突然间觉得，法律是统治者自我保护的工具。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 懂法的人往往知道怎么样自己保护自己，但是像是那些市井小民，因为不懂法，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。但像是那些执法者，如果自己有问题居心不良，反而可以假借法律的名义保护自己，法律根本就没办法惩罚到那些人啊。那这种时候，不就更需要你这种考律师吗？我只有自己很渺小。 我靠！你这么近这么近，你觉得你变得很大很大？我真的很美男呢。嗯，你太紧绷了啦。走，我们去放松一下。我们来去晃晃好不好？什么都不要想，就放松就好。太放松了。你想不想玩云霄飞车？不要不要不要。大路程。快走！走了。 走，送我那边就好了。你妈还不知道我们在一起吗？嗯，但我会找时间跟她说。还是我现在进去拜访她，我亲自跟丽云姐讲说我已经跟她女儿在一起，这样比较有诚意了。 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跟你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就突然全身无力。我回到家，我妈就晕倒了，还没有做检查，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。但现在医院都没有医生愿意来看。嗯，你怎么也在医院？我爸前阵子感冒，今天血压突然飙高，一直降不下来，所以送来急诊室。感冒就有这么多医生关心哦？你爸也是大人物。这时候不要酸我吗？ 这下要等等吗？你们稍等我一下。那院长，不好意思，最底部左边那个病床。赵小姐，关律师有交代，等一下我们先帮你母亲安排病房，再安排详细的检查。你可以帮我们填写一下资料吗？好，没问题。 你去吧，我照顾阿姨，你放心。麻烦你。阿姨，我们应该有病房啊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在交往啊？嗯。阿姨，我真的很喜欢你女儿。哎。
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本来打算这几天就告诉你的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照顾暖暖。谁照顾谁还不知道呢？阿姨，你会反对我们了？只要你爱他，他爱你，我是要反对什么啊？可是你只要对他不好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阿姨，我知道。 我一定会像你爱暖暖一样，全心全意的爱她。嗯。其实，如果我妈在世的话，真的很希望她跟你一样，这样时时刻刻的为我担心，还会在我需要的时候会支持我，给我最大的力量。阿姨，谢谢你。